这就是之前西方人很不理解的地方，是为什么中国人没有信仰，但他们的社会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衡和稳定。原因是因为西方它是一神论，上帝指派的呀，就是上面指派干什么，这个就是命令，没有理由。它的这个逻辑体系，它不是说提炼于自然。回到哲学上，东方的是归纳，西方的是演绎，演绎是从上至下。神给了你灵感，创造了这个世界，那么神说的都是对，而这些所谓的规则是容不得人去思考，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并且人都是带着罪的呀，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犯着不同的罪。所以说为什么会觉得去补卦，补出一个履霜而坚冰至。哎，我们这个鞋子上面结了霜，预示着什么？会要结冰了，冬天要来了。我们尊重的是什么？是自然规律。所以我们知道以什么标准为进退呢？以什么标准为取舍呢？还是尊重这样一个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里面包括四季的轮转，也包括这些山河大地的变化，也包括日月星辰的变化。所以我们尊重的是这样一套客观的规律，我们跟它和谐共处。我们不需要一个外在的神来指派你给我干这个，你给我干那个，就我们不需要这个东西。以前老房子里面画的天地君亲师，把天地放在最上面，然后才是君，然后才是亲人，然后才是师长， 对吧？就是符合这样一个天道，所以这个我觉得才是最稳定的一个文化系统。那一旦那个神崩塌了，那怎么办？那很可怕的呀。但是天地和自然规律是不会崩的，暂时不会崩。目前存在的这个现实的一个世界，对吧？只要人在，只要人这个感知系统在，天地是怎么来的？从我们心里生发出来的。你可能你去问一只老鼠，你或者说你去问你们家那猫，有天地吗？啊，他们没有这个概念的。所以天地在于人心。好神秘，我觉得上次那么哲学的深度。再回到人间，回到人间。我是认同这一套这个体系，因为你刚才给我讲的就是其实解答了我很久以来的一个困惑，就是说西方的这种神创造，比如说天地这个规律是什么创造天地，我们不用去管它，但是神它本身可以相对来说是比较具象的，那是什么创造的神，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神，这种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不能去批判它，因为他们那一群人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它的自然环境孕育出来，因为他们是以海洋文化为基础的，我们是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那么他们固然的是要向外，其实他们是有这种是所谓的掠夺现象嘛，并且在海洋上的这种气候它是变化多端的，比如说我们是农耕文化的话，我们可以捕捉到非常清晰的一年四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可能相对他们来说更加能够理解在地球大陆上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变化，我们会去尊重它，但是他们如果说要走出去的话，那可能环境相对我们来说没有那么的稳定，那么他们要怎么样在大海上没有办法捕捉到一个规律，那我只能说信一个唯一的神呢，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这个信念底层
体系里面是需要有一个唯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给它一个航标灯啊。那我们的航标灯是什么？我们几千年来都不出海的呀，我们都没有航标灯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他们是需要航标灯的，我们抬头看见的是日月轮转，看见的是日月星辰。但是他们一出海，他们要去搞生产，看见的是什么？根本就捕捉不到规律，你让他去信什么规律？所以他们必须得有这样一个神，而且这个神必须得是全知全能的。那么这个神从哪来的？也是他们心里生发出来的。我不是太了解这个一神论的这个体系啊，他们是不是最终会让自己的心跟全知全能的唯一的一个上帝去契合上去？我觉得他们也是会有的。其实中国你不管是信仰什么，你的心是也是摒弃掉跟大道不符合的一些臭毛病，然后尽量让自己跟这个大道符合，那么你生活也顺了，你身体也好了，对不对？那么如果说是西方呢，他信仰一个神呢，那是不是也要摒弃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罪，不要仰仗自己的臭毛病，你要去仰仗什么？仰仗神给的这个航标灯那一束光，你在大海的时候你才不会迷茫。所以不要去 battle， 就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你如果说回到根本，回到自心来看，我觉得还是以人为本啊。但这个人一定不是充满着这些臭毛病的人，经过某种标准进化那么一下，就不膈应别人，也不膈应自己，回到人间了没？所以如果说没看到这一点的话，就这两个文化一直在 battle， 有什么可 battle 的呢？